全联中心吃不喜欢就放回去。走，哎呦，三哥带你吃哦。你最近肠胃不好，要不看看哪一罐优酪乳比较好喝、啊？哎、欸、，AB 好像不错，好像不错。好、哦、很久没喝了，试喝看看。我觉得这有点太甜了，太甜了。好，放回去，放回去吧。走走走走走。腰果吧。三哥，我要吃一个。来来来，哎，其实还不错哎。好好好，走走走。在这边，我要先跟全台湾的社会大众观看过我们影片，然后被误导的观众，还有全点以及家乐福两间公司，深深致上我们最深的歉意，对不起。全联中心吃不喜欢就放回去。走，哎呦，三哥带你吃哦。你最近肠胃不好，要不看看哪一罐优酪乳比较好喝、啊？哎、欸、，AB 好像不错，好像不错。哦，很久没喝了，试喝看看。我觉得这有点太甜了，太甜了。好，放回去，放回去吧。走走走走走。腰果吧。三哥，我要吃一个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其实还不错哎、欸。走走走，那个清洁剂可以喝看看的。好，你帮我喝看看哪一罐比较厉害？这罐了。哦哦哦，你手会不会有点脏？超脏哎！但直接用就好了。我直接用就好了。会被发现。顺便擦个嘴巴。带回家。哎、欸，这还香香的。对对对，带回去就好。哦，就是完全不会被发现。我换第二个。好，走走走走。走，好走走。哎、欸，张哥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挑饼干呢。知道哪一个比较好吃？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可以试试啊。在这边，我要先跟全台湾的社会大众观看过我们影片，然后被误导的观众，还有全点以及家乐福两间公司，深深致上我们最深的歉意，对不起。然后我们因为一时兴起，所以才会选择拍摄影片。我们没有。没有思想的你去做这件事情，算是冲动的行为。对，然后我们也会后续跟警方一起配合，然后我们也会负起这个责任。谢谢。那当初那个脚本是谁想？当初是我们一时兴起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影片出来。对，现在觉得后悔。有后悔。当初是原本只是好玩而已，对，然后后面没有，我是觉得说，就是既然都已经酿下这件事情了，就没有后不后悔的可言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对社会有一个交代，对我们所受波及的公司以及人民们有一个交代。那后续觉得要做什么样的？后续的话，我们会在与全联公司以及家乐福公司讨论。